嗱，現場所見咧，有一啲泰國人咧，將啲佛牌啊就拎到嚟天橋之下，就交俾啲士兵嘅。咁呢啲佛牌聲稱咧就開個光啦，有保護嘅作用啦，神遊泰國咁話啦。同埋咧，我啲食物啊咁樣各方面就送俾啲軍人嘅。一般嚟講咧，呢幾日所見咧，就啲泰國人就攞啲食水啊，同埋啲食物啊，交俾啲軍人。咁但係拎呢啲嘅法器佛牌俾軍人咧，都係第一次見到。